主料：面粉150克，肉馅50克，白菜100克。辅料：油、盐。准备时间：10分钟内。制作时间：10分钟内。面粉倒入盆中，加入适量水，打成比较稀的面糊，加入用白菜和肉馅打好的馅，搅拌均匀。把搅拌均匀的面糊放入平底锅中，轻轻的抹平，两面煎至变色，即可出锅。烹饪技巧：因为打馅的时候加入了盐，建议就不要在面中加盐了。如果喜欢本视频，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，访问 ttnews.xyz 获取更多相关资讯。